MQB EVO 平台，武器渐变启停模块的安装教程。拆掉下护板三颗螺丝，拿掉保险盒，取下下护板，拉起引盖拉手并拆掉拉手，拉开门栏并取下引盖拉手底板。 拆掉仪表台左侧堵头盖，并拔掉 BCM A 插头。BCM 有三个插头，我们看一下细节图。取下 BCM A 插头，并退下 A 插头的黑色外壳，找到16、17号针脚，并转接进入。原车插回小插头。 对09写入编码，安装完成，我们打火测试。打火以后，我们可以看到车辆启停装置自动关闭，氛围灯控制界面将在主界面显示，不在车辆里面。一切 OK 以后，我们测试一下效果。 我们一念合一。